手经常发麻是怎么回事？第一，血管性的因素，当我们久坐或坐的姿势不太好时，会引起下肢的麻木；当手放的姿势不对时，也会引起的一个手的麻木。一放松后，就会感觉到像千万只蚂蚁在爬，这主要是因为血管受到压迫，血管供应肢体部分缺血引起了麻木。等一下解除了压迫，血流过去以后，则感觉像有许多蚂蚁在爬。当上肢尺动脉、桡动脉在某一处受压时，也会引起手麻。第二，神经因素，神经内有逐降流动，当神经受到压迫时，逐降流动受阻碍，也可以引起手的麻木。手掌主要有桡神经、尺神经、正中神经支配，这些神经从颈椎管出发，穿过关节、韧带、骨纤维管，到达手掌末梢，在任何一个部位神经受到压迫，均可引起手麻木。第三，大脑因素，所有的神经均来源于大脑。当脑部出现问题，如中风，则大脑的支配区域就会出现麻木无力。第四，全身性因素，一些全身性的疾病，如血脂过高，长期血脂过高可引起血管壁硬化，加上血脂过高，血液粘稠，血流变慢，细胞得到的氧气、养分减少，会导致麻木。糖尿病病人血糖维持较高水平，长期以往，对人体的血管神经造成极大的伤害，外周血管硬化，神经变性。